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时隔一周，王一博再出新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讲述平凡中的不平凡。王一博又出正能量新歌了。时隔一周，两首新曲《山河星光》《平凡中的不平凡》，青春正能量代表人物非王一博。 真是接连不断带来好消息。国庆献礼《山河星光》，是将山河写成一首歌，用悠扬的旋律、温情的画面，唱出山河星光，把大美传递给了万家灯火，感受到了国泰民安的幸福感。而这次一博则与百集纪录微电影《初心》，共同讲述了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，为了祖国今天的太平盛世所做出的不平凡的事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太阳。 这是来自初心的力量。每张脸上平凡的模样，但却能让笑容发出光。王一博用充满希望的年轻声音演绎歌曲《平凡中的不平凡》，干净质朴的声线有一种破晓时分的感觉，不过分激昂，也不过分沉郁，就这样恰到好处的将平凡中的不平凡娓娓道来。歌曲旋律悠扬大气，歌词又感人朴实，特别最后的那一句“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光”，令人热泪盈眶。 毕竟有些情怀是刻入骨髓、深入人心的。平凡中的不平凡是一首制作很精良的歌曲，歌词美好而富有诗意，旋律流畅易于上口，编配恢弘大气又精心。曲末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钢琴旋律堪称点睛，王一博温暖而走心的演唱以亲和力赋予歌曲新生命，将平凡中的不平凡娓娓道来，浸润人心。这样气势磅礴的编曲配上流行通俗的嗓音。 用创新大胆的搭配，提高歌曲传唱度、传播度。致敬那些坚守初心的不平凡，感谢那些无私奉献的人们。致敬和平年代伟大的英雄们。作为自己时代的先锋代表，王一博已经不是第一次为正能量发声。献唱在传递正能量的路上，一博从未缺席。新华社献礼“十四五”的青春正能量赞歌《青春恰时来》，歌颂革命先烈的二十八岁。不仅献唱《青春的模样》。 还讲述了杨根思的动人故事，致敬抗疫医护人员的“因为我们在一起”，为纪录片《中国再出发》发声录制旁白；与韩磊、杜江一起致敬抗美援朝志愿军，演唱《热血今朝》；警察节致敬人民警察的“渴望光荣”。如果要选择一位青年人演唱主旋律歌曲，那么王一博一定是最好的人选。青春需要活力，更需要正确的价值观。从王一博的青春奋斗史可以看到。 他对自己热爱的事情投入且坚持，不骄不躁，低调又谦逊。王一博将追求极致的价值理念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传递给了更多人。 感染了无数人，也鼓舞了无数的人。不论是常驻《天天向上》参与宣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担任中国滑板运动宣传大使、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等众多推广大使身份，还是后来的，这就是街舞的王队长一博，一直都在自己平凡的工作中。 努力超越自我，呈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惊喜，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，不仅是一博对自己的要求，也是一博对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。他一直在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渺小力量。原创不易，谢绝搬运。如有特需，私聊授权。八爪随笔：王一博从没有以自己的流量为傲，反而表达出了质朴的、踏实的、努力的、真诚的工作态度和人生理念。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平凡的文艺工作者，他是勇于探索的强者，追求梦想的路上不轻言放弃，他是勇往直前的勇士，只为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，不忘初心。王一博再次踏上征程，这一次他只是众多平凡人中的一个，只为讴歌时代精神，讲述动人篇章。<noise>